跟你们四川女孩谈恋爱的好处是什么呀？好处非常多。首先我们四川女孩都很温柔，都是甜妹儿的嘛。吹啥吹嘛，都跟你说定妆，你在这儿叫叫叫。其次，我们不光甜，我们还很有分享精神。吃点儿的包子给你吃，而且我们的求知欲都很旺盛，勇于探索未知的世界。就是啥意思？不是你跟你前女友来看的？最重要的是，我们非常冷静，不管遇到多大的事情，都微微一笑。大家好，我是《巨石山二》张九平的扮演者，青年演员吴京，谢谢。有点说那么多，你继续补充。你三心二意是不是？你光顾着看那个肌肉猛男，你没有看到电影的剧情。我咋可能没看剧情呢？首先他特效真好真实，他在水底下走的时候你见到不？我真的在憋气。而且我觉得吴京每次出来都好搞笑，我觉得他确实可以去演喜剧。身材，身材就是你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两个肌肉都很大。我也是肥胖不腿。你是泡泡肉，你满身都是泡泡肉。我的肌肉也是不错。脸有用，脸你也去游泳。抖音。